你完了，怎么办？都是你呀、啊，你叫我给他的。Sorry。好啊。在我们付完过路费后，要进入市区道路的前，突然发现对向的车道有一个小货车，对我连续闪了好几次的闪光灯。我心生警觉，才发现前方树丛中有一位交通警察正对着车道测速拍照，好在我们已经减速了，谢谢克罗埃西亚的小货车司机啊。我们到了园区才知道，因为河水上涨，所以整个上湖地区都被关闭了。从一号码头要坐交通船到三号码头，哇，湖水上涨到步道都被淹没了。在休息区有两条非常可爱的小狗来回走动着，但我们被告知不能够喂食食物。Hello， 你好 ，Kolo， Kolo， Kolo， 拜托。看到上坡就没力气。还好，沿途的美景弥补了我的疲累。为保游客安全，在重要路段都有工作人员留意着大家。对了，十六湖的工作人员每个都是俊男美女。高达78公尺的大瀑布是园区内最大的瀑布。在光线的折射下出现了一道彩虹，清澈透明。Thank you.
十六湖国家公园，赞。水车村离十六湖国家公园只有30公里。谢谢脸书社团朋友提供这里的停车场地。进入了水车村，仿佛进入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。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我们决定多停留一点。水车村，处处是美景，绝对值得你停留。